现在我们进行少林擒拿术的演练和讲解。第一式，让梨抛球，麻后挂拳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下面进行麻后挂拳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姿势变为我主动转身向对方进攻，对方马上夹打住，再紧接着我把他的手拨下来，我三步再进攻他，那么把他给拉下来。下面我们把让梨抛球、麻后挂拳再完整的演练一遍。